这好像有关系。首先，各处的处长以及咱各位领袖、副领袖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前来的人，大家好！讲师好。好景欢迎哦，今日咱这个班组哦，是讲非常的特殊，也非常的出色。咱今日各位在座哦，听得真侪，咱真过奖哦，咱同事哦，历来所修的经过，甲这个经验的这个。是领袖吼，啊，来甲你各位分享，即嘛是咱大家爱讲着，咱天文书记吼，咱前年咱叫做书，咱前辈即个妥善的安排，啊，甲付出教育，互咱大家有即个机会，大家来同心共心，啊来共探讨，啊，互我吼，因为较含慢，互我个人心命，嘛是咱。咱即个汽车组吼，即个咱公用车、公务车的即个服务车的服务，啊，我可以伫即个过程当中也收过很多物件，在所发展啦。啊，若讲业即个环境较重，啊，所以讲吼，伫即个事业的即个咱即个收入环境的即个预定的较粗浅，啊，今日今日我嘛是。借这时间来甲咱各位共同来分享着讲，这个时间吼，互咱感觉讲非常的紧，哦，啊，这个对咱少年哦，看咱各位，大家拢有发现嘛，伊头毛足侪足乌的，啊，看甲头毛拢白个咸，啊，目一个米哦，迄时间，迄十担、二十担、三十担，哦，咱在座各位一人只换五十担，哦，那个啊，有时着咱。也讲即个老前辈讲九十几岁啊，咧一空一空间啦，啊，着甲伊谈讲，啊，伊伫咧道中伊也是学堂啊，啊咧，学堂当然是一工诶，迄时间咧过遐紧，啊，当然伫即个过程当中点点滴滴，啊，咱拢会感受讲，咱今日即个因缘真殊胜，会当来当接咱明日祖师，咱来慈光王，咱来护菩萨啊，诶，即个共同诶即个。咱有讲普照，啊，咱有这个经验，也是我非常的熟悉。哦，而且对人当中，互我感受就感觉讲，咱来今仔有好个感受，实在是了可惜。啊，当然，当手当中一定会产生着，有咧较精进，啊，有咧较懈怠，啊，大家拢有啦。今仔来当来这个活动，我相信大家是一个足精进、足智慧。啊，当然，这个精进甲这个懈怠，吼，咱拢有一个。啥物叫做精进？我啥物叫做懈怠？我吼，照着这个懈怠的迄现象啊，迄现象，咱家己毋知影懈怠的迄个，迄个是咱是懈怠的精进，咱有可能会无去注意着。啊，我来感想，懈怠吼，应该就是，如果因为这个班次吼，咱拢毋知影讲，因为是这个年底哦，这个汇报。回顾这个班次，咱拢唔知影哦，这是海苔，含这个班，啥物班都唔知，这个其中一个海苔是。第二呢，咱今日这个班呢，咱切记啊吼，啥物人来办，咱根本嘛无去思考的，伊即嘛是海苔一个心的，咱根本去交互着讲，咱全部这东西，是一个，伊咱这个班次，全部人当在安排下，考起来这个功课。所以讲，咱无去注意着，咱无参与着，即个嘛是海苔一个心。佫真侪哦，佫真侪，咱道中的这个学习的课程哦，咱立法组长哦，伊安排啊，即个立香组长，伊即个文理班哦，拜一甲拜四哦，伊拢有即教即文理甲即三宝。咱近足侪前辈者哦，前年即同学者，咱并唔知影即个班呢，即嘛是。咱并无去珍惜个讲，咱事实咱伫道中感恩天父师的感恩，咱也做过，而且修行哦，咱可能无去遐注意着。所以咱伫这个海苔个精进的当中哦，咱不知不觉讲，咱
咱平平和和，啊，平平和和吼，是一件吼，对咱来讲呢，较无正面，哦，啊，较无正面，正面好代志哦，会自心真正困扰，我爱伫当时有诶，人啊心里白诶，即个方向诶，人啊以为较毋知，所以咱即个前辈者吼，经验较有，啊，较知影道中诶一寡规矩啊，好啦，咱。困难诶，一寡即个过程也好啦，真侪代志，拢需要来引导，啊来个来讲推动啦，哦，啊是讲人要来摆过啦，啊是即个困难诶清扫，哦，啊是即个椅啊，上课以前就爱来遮关，来来遮学习嘛，好啦，甚至咱真侪道亲吼，毋知椅啊藏伫底咧，咱这椅啊时时藏伫底，有可能咱坐坐嘛，毋知原来是藏伫底。哦，下课了，啥物人咧收咧？哎呦，啥物人咧收咧？嘛唔知影哦。即种是咱这个精神较闲的一个念头，甲心有到作用。我讲，前面刚才讲的一个，那好多美好的迄个经验哦，是种感觉真趣味的代志。哦，我来分享一个心灵，那那个，我接触到一个功能，我爱伊迄个迄个迄个功能是啥个？哎呦，真侪人去遐散步啦、运动啦、运动啊、探险啦，啊真侪，迄附近的一挂阿公阿嬷吼，哎，伊拢较无方便，拢会坐轮椅，啊拢会请我，啊拢会塞去遐，去遐运动啊，去遐散心。啊，当然哦，会较心，感觉心内吼，对阿公阿嬷个，拢感觉来，阿公个认识个用心啦，认识个阿公是安怎啊，即个。今年是安怎拢无啥在咱当去的人吼，你像我讲他着去啊，托咱杀咱个迄个，咱个医生咱看护啦，就迄个怪人吼，啊杀去个讲还讲啊杀无，啊着阮去着看遐，遐个去当故乡咧足欢喜啊，啊阿公阿妈着杀去边啊后边，规堆伫遐咧开讲啊后边咧晒太阳，啊即个我着骂你啊，伊个是讲，啊你对答你对讲个咱听较无。哎，伊咧做欢喜啊！伊讲做难得来台湾啊，咱个来即个所在甲咱台个，安尼做伙开讲。啊，伫迄当中吼，咱嘛不知不觉咧，咱时间咧过过过，到一工咧，到外乡去，咱乌天啊，天落大雨，啊落大雨，大家来，大家赶紧去，去来较紧，变较紧要杀阿公阿妈，较杀倒来厝嘛。结果咧，有个神经病，啊是赶紧来杀来吼，啊雨来了杀。就说恁到厝吼，人看到讲，哎，妈你啊，阿公，要不杀蛋来讲，嗯，啊，这不是讲你杀阿爸蛋来呢？哦，这个假了啦，啊，怎么办？哎，蛋蛋来，不该死的，杀阿公是杀阿爸蛋，阿舅妈吼，哎呀，哎，阿舅妈，哎，阿舅边个啊？阿婆老在旁边做啊？阿婆你嘛是哎呀，我杀个三米出来啊？那我杀这个阿公皮啊，再拍下这个，你讲你杀蛋吧？啊，可能厝无人啊，无法家己，嘛啊，等待讲，即人送唔到，我送唔到，即摆拄伫咧阿婆，阿婆无奈要送蛋啊，送蛋来厝，啊，伫内面咯，啊，你送唔到，你送唔到阿婆阿妈蛋啊，我食了咧，规暝拢无困，哎，啊，即摆，即个妈咪个嘛，讲真歹势个，啊，咱送几个蛋啊，哦，啊，送蛋，就阿蛋个明仔载起来啦，迄规内面规暝拢无困，只有听讲讲规暝拢无困啊，我就是食了，这是一个内行。你胡无用心，无细腻，啊！就是是，大家来吼，大家进来这个环境吼，有了一挂现象，啊！你可比咱当时嘛是安尼哦，大家来运动吼，环境无先，啊，咱只公司就较后生辈，只人才较无先，啊，必须要人啊，咱较用心，啊，即个情况之下嘛是咱公司甲咱带来吼，较认识只这个环境，人事分，哦，啊，中间。即个当中呢，个人学习的当中吼，大家爱用心一心吼，会使讲你要精进也使，啊，你要家己好好注意也使，啊，所以讲伫当中咱咧学习些学习些，咱个心，咱个精神，啊，明心见性，爱讲吼，咱今日伫当来训练，就是咧学习，学习的当中，就是要咱唔捌的无了解，吼，啊，伫咱过去时，所发的。最高处，我阿公今日去，会当接受咱足侪只买只伫即个咱即个经典内面呢，即个
圣灵的旨意呢，来甲咱指导、甲咱开化，互咱知影讲明事理。哦，啊，所以讲，咱嘛知影，即主菩萨拢足慈悲的，伊拢用足济法门、足济方法，啊，阿拉要来互咱即个即世呢，即世间，互咱大家用心要当修行正果，大家咧伫当下就那是伫天堂的意境当中，其实咱主菩萨。还开始，咱就不只是讲天堂、地狱、地狱，不是伫对头啊，是伫咱当下的心啊。啊，咱的心啊，天堂这边，这天堂。咱的心啊，欢乐加无明哦，人家是地狱。所以讲，咱是不是爱小可用心来注意到每一件代志？因为咱今日伫这佛堂的这个参悟哦，是一件非常难得的机会。所以咱用心就是精进。所以来知讲，哦，今仔日班是啥物班？咱进前爱安排时间，要来欢喜心，要来听班，要来参悟，参悟啊！甚至吼，咱闭班了后，闭班了用餐了后，咱嘛爱去参悟，有只桌啊、椅啊、涂骹，要安怎新放面对？哦，啊，啥物人哦，有时间做遐工，会晓做做遐工，只要是咱爱用心，要来精进，袂使讲。无咱个代志，无咱个代志，咱就是白活啊！咱就是无用心啊！啊，咱无采讲，今日去经过这这个用心的古板，这个课题，啊，咱做哇做拍算。所以咱今日开始咧，一年时间就够紧，啊，所以讲一工一工好，啊，一工一工好，点点滴滴大家好好来运用，好好来珍惜，好好来学习。我啊，我啊，吼，也是来讲一句话，咧关心无些一句话。千雄，爱恶事我，千雄，这是那个，那个千，那你讲的什么啊？松松松是对的。松柏松。千雄一脸红，不如花。丢掉一滴，养生啊，积淀清雄变化，这不这个话。关心菩萨，咱迄是咱世间所有诶即个即个情景啊，无论人啊、事啊、物啊，我意思讲，咱心吼本来就是一个无边吼，是一种一种宏观又比较足强诶呢，啊足花俏诶，足神妙诶，诶迄个情景才是真正诶好。伊意思讲，真正诶好是伫可比。迄亲像吼，伊安尼虽然了，你看咧感觉足单纯，啊，一阵时我阿弟啊，无论热天、寒天、热天，哦，伊拢依然保持着迄款个、迄款个、迄款个精神啊、注意啊，也袂想着讲伊个顶面着讲，哦，是迄花哦，迄哇，春天来花开到遐尼大哩，啊，遐尼强个，即种即是世间个物件哦，伊即是何在讲？即是富贵，如富贵啊，是什么端庄？这端正的嘛，会比较实在哦，会影响着咱人心，咱人心的会去爱遐，啊，怎啊叫说好来讲，迄个清净加迄个温住哦，迄温点温住的心境的清净，所以这个对立，啊咧，前啊当啊加这个刚刚无啥物足强的，咱足强的当中哦，伊迄个结论哦是两个极端呢，因为这是世间温。咱来用欣赏的角度来个欣赏来个观察，就使体会讲哇，原来
咱的善心善念哦，咱爱督促，咱修持安怎，修持咱的分配，咱爱经过土定业定，会摧残也好，爱来源也好，咱的意念不一样，就是咱修行的心定安尼。所以咱是不是大家有需要讲，这个诸菩萨的这天地的仙女，大家互相共勉，因为这佛法的这个经典。啊，因时间的关系，以后甲到咱亲戚来慈悲，啊，一上我啊报告到这，啊，祝咱各位亲戚大人们，大家欢喜充满，啊，身体健康。在用最热烈的掌声感谢我们的金鼓手。